好，咱即届活动两个啦吼，第一就是参台语的即个是电影比赛，吼，即鼓励人讲，哎，啊你即个台语吼，即个蛮好，啊咱可以到人家是来评审吼，啊来查，啊讲对，看看咱速度上紧，啊个正确，啊正确叫做速度，真难来，真难，啊所以即参加这个比赛，啊第二个是你讲迄个计个伊个分数的决赛，还是欲鼓励咱台湾人。了解咱在台湾北部一些历史，吼，一些文化，推动吼，甲台湾上早的这个报这报纸，这什么名？啊，就台湾古城教会报啦，哦，啊，这个报纸是当时出的，哦，啊，就1885年啊，哦，介这有相关的这历史文化知识，啊，咱来做竞赛，啊嘛，赶快看啥物啦，吼，这个速度紧啊，叫这个啊，正确率快，哦，啊，那当正确率不快，得定。啊，诶，你讲啥？啊，所以这就是咱今年办的啊，这两个活动，啊，咱这是全国性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咱也是报名啦，是讲全国诶，即个非常拢先来报名参加。啊，这其实咱已经办过两届，今年算第几届？算差不多第三届，第三届。啊，咱是搭配着即个啊，即个罗马尼文化节，哦，诶，其中一个活动，啊，迄罗马尼文化节是咱是第三开始。啊！啊，从迄当时开始的时候，咱上头是带去参观，就是你讲白话的这文书啦，啊，你来用较早报纸啦、出版品啦，啊，去搭印刷机，啊，所以咱就去这个中文中二资料馆遐啊参观遐白话的文物，啊，印刷机，再来咱嘛去广播社，啊，上头咱迄当时嘛，但是啊，迄当时还无迄个即款即代的资源，啊，咱就迄个是为了办第一届啊。即、这个两万五万侪嘛，所以来变一下，另外所以那么好啊，我们来做啊，所以即卖讲即台好侪，印刷机啊吼，人来参观的时候，咱体验看卖咧，啊，印看啊，回想到百外当前，拢是咱去印迄个报纸是安那印的，安尼当吼，即个咱台湾人咱透过趣味新鲜活动，来明白咱家己的文化历史，对。啊，即届差不多偌侪人报名？啊，咱即届差不多40-50个。是参加比赛还是无？啊，那是包括这个参观吼，你讲有分过来提出来参观咯。参观合拍的可能要讲200个，哎，咱分过来提出。我看咧报名比赛有一寡是学校的。是，哎，咱即届呢，囡仔嘛有啊，啊，较年纪嘛有，社组嘛有啊囡仔，因为咱有真济咱台湾另外协会的办公室，国校的教授，哎，鼓励学生。哦，哎，我会来参加看卖，啊，一寡学生讲，哎，平时台语做阿讲啦，啊嘛学来听啦，哎，就上阿过来参加看卖，啊，之前嘛是一寡学生，啊，慢慢来参加，啊，慢慢调整过呢，咱想讲平常参与点嘿吼，囡仔无认输的，伊呐台语教过，啊，佫学嘛是有学过的啊，伊下手就好，就变了，做咩只？之前咱个有囡仔是第一名，啊，就是讲这个。参加比赛，这是这个版本啊啦。是，如果教会有感感激，嘿，咱嘛有足侪版本的。咱有轮流，哈，咱上下是用这个啊，感恩轮牧师所出的迄个感恩灯，即摆叫做台语啊，迄个灯啊，感恩台语灯啊。啊，今年咱是换用这个啊，台台迄个张如红教授，啊，伊个所的这个教授啊，伊所出的迄个台语白话小书灯，哎，所以咱是通用拢这两本遐。哎，这两本无同个特色啊！像你今年顶面嘛真好，但是百当前变了嘛，吼啊，所以伊较主要是即个台语词，还有包括汉语，啊，了台语解说，但是伊解说总是较百当前。啊，即个张教授伊无同个特色，伊这方面是较现代，吼啊，再伊是伊较不能会嘛，啊，所以伊解说较详细，啊，佫会记得完整记得，吼，啊，比如讲这是动词，还是啥物词，吼，啊，佫记得。变，若要学的时阵吼，对现代人可能一本嘛，袂歹用，正正下下，啊，所以咱两本本，差不多啦。办德巴台湾德巴的文化展，诶，最了解活动，咱今仔要来查书店，佮有文书竞赛吼，啊，大家有紧张无？呵呵呵，无紧张嘛。好啊，好，咱一开始，咱先欢迎邀请咱个。台湾的周教授，教授甲咱致辞一下。我
比的参与这个比赛，啊嘛有参加咱这个奥林匹克台语白话字的文书竞赛吼，咱有两个活动吼，啊咱真欢喜嘞，就是咱啊有遮侪遮少个同学，遮个囡仔遐囡仔侪吼，啊做伙来参加吼，啊搁咱社会组嘞，啊来遮来遮嘞，参加是大家嘞，遮个专业专岗来甲遮来参加这个活动吼，啊相信嘞，大家遮个拍拼。这个节的来催煞到这个台语的部分的，啊，咱的母语的应该先进一下福建吼，我就简单啊，先只甲大家的感谢，啊嘛祝大家等下比赛的时阵呢，吼，拢会当得到真满意的成绩吼，啊，咱嘛有准备这个参加奖吼，咱拢有准备参加奖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等下呢，活动了呢，大家。第十六条，流汗。